这个横画要短，点在横画中间偏右。横向左边探出去一点，竖画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横折这个就窄一点，注意右边对齐，耳朵旁在右部的时候要大，要偏右下一点。勾上去，竖画可以用垂直手，也可以用悬垂手。要靠右下部分空间留出来，奔横左低右高要写的多一点，撇出头要长，那要放出去向右下方伸展，里面这个话尽量往上面靠，横不要写太长，竖在中间，下面这个横画稍微长一点，竖这个竖画带了勾，高低错位，注意这个突出尺，马字旁的笔顺，横写完之后写竖画，然后再写这个短横竖，要垂直，横着勾，横要稍微细窄一点，勾上去，不要写它太宽。下面这个我们看一下，四个点它写成三个点，减省了一个点，点印了哦，上面靠，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空间要大一点，横折不要写太宽，竖要出头要长一点，竖弯好向右收笔，这样高低要错位，使长横由轻到重，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向下垂直，竖画可以用垂直手。